大家好，又嚟砌 LEGO Super Mario Minifigure Series 2，又嚟啦，是但开两包啦。咁咧，之前咧我哋已经开咗呢一只啦，呢、這个鱼啦，云，仲有呢个鬼，而家争四包噶咋。开，哇，好多背景又系。好，我执一执再继续。零件咧已经执好咗啦，咁咧我睇下说明书。今次咧个舞台比较复杂啲，虽然得两架，但系咧用劲多件。呢、這个咧就系今次抽到嘅怪兽啦，依系红色螃蟹。哇 ，Mario 喺隔篱已经等紧啦，等紧呢只怪兽砌好之后就踩佢啦。好 OK 啦，呢个咧就系嗰个舞台，摆低先 ，Mario， 你唔好踩住啊！喂，而家咁装咗个手臂位，呢、這个手臂位咧，咁佢只手咧就可以喐噶啦。呢、這个位這個呢就整了一個蟹鉗出來，正搞笑，我可以套下去這裡。好了，之後呢這裡呢就是放去它的完成啦！背面就是它的晶片啊！好，放咗啦。咁咧，背面咧，呢个又是有佢个样嘅，多咗劲多呢个配件。好，得执一执，再继续。哇！咁啊，完成咗第一只，到第二只啦，唔知系啲乜嘢怪兽。全黑色嘅，即系呢一只啦。好，等我揸一执啲配件再继续。零件咧又执好咗啦，這个咧就系佢嘅说明书。佢个台咧又系劲复杂啊，而家即刻砌嘅。好，搞掂啦！依、這个咧就系舞台，而家又系砌怪兽嘅时间啦。哇 ，Mario 已经喺隔篱又破坏人哋个屋企啦！依、這个咧佢就系佢嘅样子，亦都系私人件。好啦，到最尾啦，可以加翻佢嘅 QR code。
就是咁样啦，又系有佢个怪兽嗰样嘅，砌好啦，可以放上去。完成，好，得执一执啲配件，再继续。好啦，今次咧就开到依两包啊，分别咧红蟹同埋一个小精灵，哇 ，Mario 喺隔篱准备好啦，嚟啦，打低佢哋会有咩声效呢？等我摆揸揸住怪兽啦。打依个先啊。一个，你想打边个先？哇！好啊，打低咗 Mario。踩 Mario 冇声噶，嚟啊，快啲啊 ，Mario 踩佢啦，踩个精灵，喂，等，哇，踩咗咗火啊，又系红色啊，好嚟啦，踩翻呢个精灵啦，拧翻正面啦，睇唔到啊，咁踩落去咧都系钱嚟嘅，咁如果红色螃蟹咁点啊？喺度啊！咁咧踩紅色牌，你哋小心啲，一踩歪咗咧就係燒親佢噶啦。好啦，咁今條片嚟到呢度啦，情況好混亂啊！喂，你唔好再踩佢啊！喂 ，Mario 走啊！下條片我哋繼續開 Super Mario Series 第二代 ，Goodbye。